唐中汉设计师善用材质与光影，承载空间的情绪与记录时间轨迹，依住建筑概念呈现强烈又具独特性的空间感受，以大胆大尺度的垂纵交错划分空间动线，将形体视觉化做造型分割，呈现商空的磅礴与气度。空间以深邃沉稳的色调铺陈，在一致性的调色中凸显灯光在空间中的主体角色，更借由光影的显露与形体间互为虚实，使人与影在空间中互作装点，在不足转移下客主之间位置不断改变。唐中汉设计师运用光与影的特性，让垂纵交错的空间中犹如进入深邃的星际之中，托出灯在空间中主体的角色，成就具时代性与创造性的商业空间。